今年最夯的红包，就是武汉肺炎，所以今天红包我现在在做红包哈，这个红包里面都有口罩，我就是包口罩包进去，这是今天的报纸，这就是我要做的红包袋，红包袋做好的时候哈，就是像这样子，好的红包袋，那里面装什么你知道？就是装这个，就装这口罩，就装口罩最新的，祝各位同学新年愉快，口罩很多，红包也很多，这样一叠够了吧？一人一个红包，祝各位鼠年，数钱数不完。